拿出我们的这个右手手掌，看着我们右手的手掌，中指，中指从远心端到近心端三节，总共是三节，可以分别看成头面、镜像和胸部。其中第一节头面的横纹中点，我们可以看成圆圈、圆泉；第二节的横纹中点可以看为天突；第三节的掌指横纹中点看为巨阙，然后掌指关节处可以看成中脘、十二胸椎、脾胃腧。那大陵穴呢，可以看成会阴。大拇指叉脐平处为神阙，再往下为盆阙、盆腔。右手无名指是右胳膊，左手无名指。